就怕他们没有丢钱出来的。对啊，比较实际的就是这个。没有啦，其实今天啊，说真的，我们一辈子啊，有难得有没有这种机会在大舞台上演出，是他们感受不一样。第一次来看，就怎么这样子哦？那觉得演出的部分呢，有差吗？有差吗？我觉得当然是有啊，因为你在前排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吵一点。就对啊，就因为毕竟观众要站在后面，比较什么互动感，对啊。对啊，它少了那一层互动感就对了，就对啊，可是毕竟疫情没办法，对啊，所以你们也是配合就对了，对对对对，对对，好来，就主要还是看疫情啊，对，如果你不管疫情的话，对不对？大家也是不太好嘛，对啊，没疫情的话，可能就可以到前面一点，对啊。当然，现在有疫情，就是大家就安全为主。嗯，今年就不会，因为今年是疫情的关系，那大家也不太敢出来。请他们不要来。还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时间是2分52秒，那现在我们也即将倒数了。我们请我们刚刚的这个铁肺公主戴爱玲，以及我们的铁肺，我们的压轴哇！远远其实还看得到，就是以大家安全为主要。那依然希望是好山好水，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也希望啊，以后我们每年都可以在这边跨年倒数。是，最主要的用意是把这个坏的2020送走，没错，迎接更好的2021，展望我们的2021，希望2021呢，大家可以过得更好、更美好，创造出更棒的2021哦。是。我们依然雄盛晚会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平安健康，顺心如意。